下满满的支持者激昂高喊，赖清德脸上挂着笑容，但还是看得出来有点疲惫。一开口说话，我的最佳拍档，台湾战猫萧美琴大使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声音听得出有些沙哑，因为这已经是他这超级星期六里的第八个行程。一早他从汐止出发，先去圣德宫，再去天秀宫，中午来到新竹，下午则是前进嘉义，晚上更是从嘉义造势晚会一连四场到台中桃园，最后又回到新北市的新庄，整天六县市跑透透。而且行程有多赶，晚上他台中场结束到桃园中立只花了1小时51分钟，从中立到新北市新庄更夸张，原本38分钟的车程，赖清德车队只花了28分钟就赶到，而他的副手萧美琴同样行程满档。各位新增，各位新北市的乡亲和朋友，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一大早从新竹县市开始，再到新北市的莺歌、桃园中立，最后回到新庄，从早到晚6个行程。但可以听得出来，萧美琴的声音对比之前的辩论会，曾经说要推动内阁制，是因为当总统比皇帝爽。隔天你又说选副总统可以游山玩水，沙哑已经好了许多。选战进入倒数时刻，最后一个周末，当然得要咬紧牙关，和赖清德走完最后一里路。TVBS 新闻做报道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，下午6点大局鼎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